2018年呢，我已经有10个米内的这一个成绩，那我希望在2019年我能 hit 到15个million。所以在2019年里，我会越做越好，卖更多的屋子给顾客们。感谢能加入 IPG 这个这么好的公司。最感激就是 Patrick Wong，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，好的 project 在 IPG 里面，所以现在这一刻的我是充满动力的，我会一直往前跑，我不知道我的尽头是到哪里，现在的我只能够说2019我也会更努力，谢谢 IPG。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说呢，就是呢，在这个2019年里面呢，就是不管你面对什么问题都好，我们继续努力去奋斗，有问题我们去面对它，正能量把它解决掉。如果你想找未来梦想挑战，你可以找 IPG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在2019年里面，我要带领我团队去更多的奖，让他们每一个都可以拿奖。接下来在2019年，我将要 achieve 的是新的不离的位置跟新的不离的那个 shift。我希望大家都会越做越好，加油！谢谢我的团队，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奖项。我希望今年2019新的一年，我拥有更多的伙伴跟随着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产产业。今日想做到一个辉煌的成绩，要够胆去突破，够胆去尝试，先至会有今日的你。如果你想过不平凡的生活，你就要做出你自己想不到的成绩。有我向一个土木工程师转过来 IPG， 成为一位地产销售员，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当初我的决定。你相信这个行业是可以转变改变你人生的话，失败过无数次，但是你要记得你又坚持多少次为你梦想而企翻起身继续去追。在2019，我要我的团队成为房地产的精英，出色的投资者。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不一样的责任，多一份认真。所以，我们带着 IPG 的精神，在2019年更创高峰。不要怀疑，有兴趣的你们来了解 IPG， 来了解我们。我是 Fish。随着这个咁年轻化的时代，同埋呢个咁超级竞争的呢个大环境，如果你想創業的話 ，IPG 可以提供你一個非常之優良的文化和完善的系統，可以幫助大家夢想成真。除此之外，我們公司可以幫你打造這個個人品牌，同埋通過我們的教育系統，我們可以在很短時間提升我們每一個人的銷售能力。這裡是 IPG Malaysia， 我是 Wayne Leung， 加油！好相信 Patrick Wong 的帶領底下，我哋一定有机会成为响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嘅企业家，大家相信冇？如果你哋相信嘅话，请相信 IPG 呢个平台，因为 Patrick 俾我哋太多 mission 同 mission， 所以呢样嘢我哋一定要携手，大家一齐勇往直前，达成呢个目标。